我们要给他们一点时间。哎呦，东伟，别老习惯踩线，你的习惯就是每次扔完就往外走，扔完犯规，这个东西是就像一个人做人是一个原则。对，不管你能不能做好一件事情，你首先你不能越线，你可以射不中。你可以射很多次，但我们不能在最低级、最基本的地方出错。你不要觉得很随性，哦，过去了，人家判你犯规，不让你过有什么办法？